哎，大妈，这个是什么意思？哈哈，嗨，大爷叔叔，您这也不懂，这是子孙满堂的意思呀。是吗？可是十里也全是籽儿。哦，我明白了，太有意思了。 辛苦了啊！嗯，爸辛苦了，谢谢辛苦。师傅辛苦了。今天啊是八月节，是吧？中秋嘛，就是合家团圆的日子，也是我们北京老理儿中，全年唯一的一天，敬媳妇儿的日子。<笑>老伴儿，哎呀，您辛苦。 妈，辛苦了！辛苦，辛苦！凤儿，上座。哎，凤儿，你也辛苦。嫂子上座。哎，凤儿辛苦。谢谢。大家坐吧。好嘞，坐。谢谢。啊，太美啊，太香。 哎呀，等会儿，中秋节呀，讲究喝这个桂花陈。谢谢。来，自个儿来，三哥，您先倒上，您先倒上，这边有，这边有。哎，都倒上之后把酒给我传过来。 都把杯子举起来，敬一下我们的媳妇们，啊，你们这一年呢，为我们庄稼大大小小的事儿，辛苦了。哎，中秋快乐，妈，身体健康。 敬你，我敬你。哦，中秋快乐！哎，对了，哎，大伟，你们外国人过不过中秋节？爷爷，人家哪过中秋节？人过圣诞节。没有中秋就这么有意思啊？你看，团圆啊，多好啊！哎，对了，师傅，我想问一下，你们中秋节为什么吃这个花菜呢？啊，就是取一个花好月圆。 图个吉利！今天中秋节，大家高高兴兴的喝一杯。哎哎，爸，中秋快乐！中秋快乐！我没醉啊，我还要喝。喝什么？你喝，我谢。
他怎么喝成这样？甭管喝什么酒，喝过了量，都一个德行，就知道傻喝。好好睡吧啊，妈。 She went there. 他说什么？他呀，想他自个儿的爸妈了。可怜的孩子。 咱们什刹海的旺季已经过去了，我呢盘了一下账，现在给大家汇报一下。这生意挺好啊。是啊，目前为止生意还可以，除了每个月的租金，还有所有的开销，我们是有盈利的。现在账面上大概有个18万6000块钱左右。能挣钱就好。凤儿，你辛苦了。不辛苦，爸、斌子、侯三儿还有杨师傅。 他们几个人辛苦了。自家的饭馆，辛苦点应该的。不过这个马上就要到淡季了，按照以往的经验呢，生意会下滑的很厉害。我是怕我们账面上这些钱啊，撑不到春节。哎呀，凤能把饭馆坚持到现在，已经很不容易了。可问题是啊。 醉八仙要是不从根本上改变，是没有出路的。爸，您什么意思？醉八仙咱不干了，放手。哥，这么多人玩着命的撑到现在，这时候收手，那还不如当初不干呢，我还省得受这累。想什么呢？哎呀，三儿，你跟我急什么呀？是爸刚才说的，是醉八仙。 这是没出路吗？凤儿，你的意思呢？爸妈，我不甘心。嗯，有骨气。跟你们说实话，我也不甘心。好，既然你们两个主事的都想继续再干下去，那就什么都不用说了。 行啊，凤儿，真佩服你们，还挺能扛的啊。你还有其他什么事儿吗？哎呀，看你们这生意啊，也就这样。我估计也扛不了几天了，我就过来跟你说一声。那个民宿改造的设计师我都找好了，下个礼拜我就带着人。 过来量量房子，准备设计图了。哎，不会到时候不让我进吧？随便啊。
每次听到向东的歌声，我都感觉我的青春即将逝去。你就别跟那伤感了，行吗？你的童年、青春和未来跟这儿坐着呢。这儿呢，姐，我的未来永远都不许你缺席。月，在今后的每一天、每一分、每一秒，我保证在你的视线里360度无死角的全是我。太恶心了，真的太恶心了！你们俩能不能别演了？再这么演下去，琼瑶奶奶被你们俩气吐血了。我酸，我愿意，我甜，你生气，气死！不对呀，以前还月月和健健呢，现在直接变成月和健了。小小，你没发现这其中有什么区别吗？能有什么区别？人感情升华。哦 ，so this name， 讨厌，你瞎说什么呢？时光追着人们赶路，习惯离别不等重复，少了迷茫，多了一份满足，人生从此踏上归途。有一天我再回到老屋，谁还在对你倾诉？没人能够改变你的傲骨，那老树依然坚固。人不来，要不要回去了？着什么急？我还没待够呢。哎，你知道吗？好多人都觉得呀，这个夏夜的什刹海特别美，可是我就不这么觉得，我还就喜欢这冬天大夜里什刹海，别有一番风味。今天看到你和美月还有她男朋友在一块儿，挺开心的。想开了。怎么说呢，反正我挺羡慕美月的。你看她家庭条件那么好，生活毫无压力，也不用担心未来怎么样，不像我都不知道未来该干什么。真羡慕她活得那么潇洒。其实你也可以跟她活得一样潇洒。可是我活到现在，我遇到的倒霉事还真挺多的。就高考那年，本来我正玩命复习呢，累得跟快死了似的，结果我爸我妈天天的跟我旁边闹离婚，我这深受其害。最后高考，哼，考一400来分，一本线也没够上。唉，主要我也有理想，我呢一直想当一个可以弘扬正气、为人民代言的记者，可结果大学一毕业，好不容易找了一个什么广告公司一普通的一职员，但是别提多无聊了。
虽然我不是很了解叔叔阿姨，但我觉得我们真的对你挺好的。那当然了，我爸我妈就是世界上最好的父母，他们很爱我。远方是我的回答，爱上一段岁月如画，我在老地方等你吧。喜欢看星星的孩子呀，欢笑着不会长大。哎呀呵，演砸喽！老鸭巧动不过小鸭巧喽。行啊，我说行不行，老庄？不行的话，你歇会儿，我来。哎，大卫，使把劲儿把你师傅扔出去。哎呦！师傅太厉害啊，我又跟你学了一招。这招叫什么呀？我这招啊叫白鹤亮翅啊，这是我看家本事。小子服不服啊？哎呀，我对你是五体投地了，我当时就觉得一股安风袭来，我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忽忽悠悠的就把我甩了出去。哎，师傅，这是传说中的气功吧？嘿，你小子还真识货。咦，看见没有？啊，今儿这出戏不错啊。啊，师徒俩啊，一搭一档，一捧一逗啊。你看，连相声带小品全有啊。老朱，我跟你认识的有大半辈子了吧？没听说你还是一个气功大师啊？啊，好厉害了！我会什么？凭什么要告诉你啊？我这叫真人不露相，您千万别，您呀露了得了，您露了，我们这堆人里头出了一个气功大师，我们这脸上也有光不是？哎，没错。哎，老庄啊，要不咱哥俩过过招，你也给我使一个白鹤亮翅，让我体会一下那个忽忽悠悠摔出去的感觉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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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行了，别跟着哄了。哎，这气功是说练就练的吗？啊，再说了，我这招啊出手可不轻，要是把你们老胳膊老腿的给摔个好歹，那我负不起这个责任。不怕，我们都不怕。不怕啊，你真摔着个好歹的，我们自己上医院看去。哎，要埋怨一个字儿，我们那个是绝对不会埋怨你啊，我们还要拜你为师。哎，戴维师母师哥，您瞧这怎么样？各位大爷啊，我师父说了，轻易不能出手。哎，你们要想领教，改天啊。哎，师父，我看您劲儿也累了啊，走啊，我请你吃早点去。哎，我还真有点饿了。哎，那咱们今儿吃什么？我想想啊，各大饭店的自助餐馆你们都吃腻了啊。那我听说有一家连锁的面馆，哎，现在可火了，要不咱家想去呢？走着，馋死你！给他一大哄啊！给他一大哄啊！我说大卫，刚才没摔着吧？哎呀，这没有，师傅一点都不疼。行，好徒弟还知道给师傅留面子，孺子可教啊。那是，您是我师傅啊，我不相信您，我相信谁啊？对，刚才你说那面馆啊，我去过啊，我都知道。他这你看啊，那都是机器和面，
也就是切面，都是统一的料包，千篇一律，一成不变的味道。恨不着每碗面里放几块肉，放多少葱花，都是统一的标准，都是量化的。这种吃食还是算吧。哎，师傅，那时代变了啊，现在人生活节奏都快啊，年轻人对吃啥没有那么高的要求和讲究。再说了，那种的餐饮标准化也不是没有成功的案例啊，就像你说肯德基啊、麦当劳啊，还有海底捞，不都是统一配送那个原料和制作的方法吗？他们生意也都很好啊。嗯，我不是否定他们的做法，只不过中国上下五千年流传下来的厨艺，它不可能用统一的标准做出来的。同一道菜，100个厨师，就能做出100种味道。你说做菜讲究什么？讲究的是心。厨师用心来为食客烹调每一道菜肴，啊，让食客品尝百味人生，这才是厨艺的最高境界和精髓。大卫啊，我们秦行啊讲究的是德、义、心。不说那些五花八门的食材，就说这个油盐酱醋，在我们厨师手里就会千变万化。这是什么呀？这就是人生，人生的味道。如果把这些都统一到一个标准上去，那只是为了填饱肚子，那还有什么意思？师傅，您又给我上了一课。人生的味道是什么啊？活着的意义是什么？我还想得好好想想。大卫，你不是想吃面吗？走，咱们回家，我给你做碗面，让你好好的明白明白什么叫滋味。哎，吃面，好说。哎，大卫，吃打卤面呢，讲究的是浇一层卤，吃一层面，再浇一层卤，再吃一层面，是吧？你这个整碗倒进去，一搅和，没这个吃法。最后呢，连卤带汤，一口喝。师傅，吃面还有这么多讲究？那当然。太香了，太好吃了，师傅，这是我这辈子吃过最好吃的面。哎呀，时间匆忙，还有几位配料啊，没备齐，也就吃个大概意思。这还叫大概意思啊？那他是都准备齐了，得什么样呢？哎，师傅，你能不能告诉我这大卤面到底是怎么做的？大卫，这碗面可是你师傅的祖传绝活，甭说没几个人知道他这碗面怎么做的，就是有幸能吃上这口的人都不多。那看来我真是三生有幸了啊。你呀，也别问这么多了，想吃啊言语一声，我给你做。谢谢师傅。看我干嘛？不看着我也看不出全来。不是，是吧？我看你这鼻准丰隆，啊，双眼深邃，双耳贴脑，发际内凹，唇肉饱满的，你这是一发财样啊，不像那么倒霉的呀。
你让黄麻子洗脑了吧？不是，我就跟他学了两招，还相信他的话，还嫌自个儿不倒霉啊？你小心点啊，说不定哪天来一波人把你逮走。不可能，我哪有你那么背啊？我，你好不好好聊天啊？不是，我这不是顺嘴给秃噜出来吗？对不住啊哥，对不住，我这么背就因为身边有你。咱也别说你这背不背了，你说咱俩这整天东游西逛的，游手好闲的，这也不是个事儿啊。你干点什么也得。谁想闲着呀？不闲着怎么办啊？房欠房欠拉不上，饭馆饭馆不用咱俩，每天就这几波客人，看着都头疼。对了哥，张小毛带着人照料咱那饭馆了，你说这多着急啊，看着就生气我。生气也没辙，你嫂子说了啊，就算饭馆撑不下去了，也怨不了别人。我看咱俩的合作也就到头了啊，干脆散伙拉倒。不是，别介哥，这买卖在的时候，我整天找你都不知道去哪儿，这一不在，你让我去哪儿溜达去啊？爱上哪儿溜达上哪儿溜达去。不是，哥，这我跟你这么多年，你不能说甩就给我甩了。也是哈，三哥不能不仗义啊！啊，那你就跟着我溜达吧，这样更不错了。只要我有口吃的，就有你口喝的。我就知道我哥不可能那么不仗义。哎，哥，那咱这买卖不干了，咱后边干什么呢？往后干什么没想好，现在干什么我知道。干什么呀？吃顿散伙饭，好聚好散。啊？哦。哥，大爷大妈，我心里一直就有一个问题啊。我问过小小，但是小小说他也不清楚。让我直接问你哪儿老了？有什么想问的，问吧。特别冒昧啊，就大妈，您是一个大哥哥。我师父就是一个厨子，这身份地位也太悬殊了嘛。所以我就想问，你们是怎么凑到一起呢？哎，我说大卫啊，好名儿的，怎么想起问这个？好奇啊，纯粹是好奇。你也知道，好奇还是猫，一天得不到答案，我睡得都不踏实。你至于吗？至于，太至于了。老伴儿，说给他听听。又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，孩子想听，你就给他叨咕叨咕呗。是这样，我和你大妈呀，是同年出生在贝勒王府。虽说快解放了，可你大妈也是名副其实的格格呀。这解放以后呢，我们就搬出了贝勒府，就搬进了这个院子。当然了，这个院子也是你大妈家的产业。那跟贝勒府比起来啊，那就没法比。说那些没用的干什么呀？党和政府把这座小院留给我们就很不错了。那倒是，是吧？这解放以后啊，我跟你大妈呀，一小就是跟这个院子长大的。你大妈呀是天资聪颖，琴棋书画无所不精。我呢，傻小子一个，就知道闷头跟我爸学厨艺。慢慢的，我们长大了。你大妈放着这么多国家大机关不去，她非要去那个离这儿不远的一所中学，当美术老师。我喜欢那种教书育人、桃李满天下的生活。是啊，想当年啊，你大妈
那可是亭亭玉立、多才多艺的大美人儿。那好多家境殷实的小伙子玩命的追啊。哎，我觉得我大妈年轻的时候肯定有很多人追。可我谁也没看上，我就看上你大爷这么一个傻厨子。嘿，我说你们哥俩真成啊，隔三差五的上我这儿来改善生活来了是吧？不然我们家这三明治有个退步的啊，火腿越来越薄，菜叶越来越少啊。是，你瞅你这薯条炸的蔫了，软趴趴，怎么吃啊？白吃了，行了啊。哎，我就不明白了，我是该你们俩的还是欠你们俩的呀？孙子，咱们俩喝一口。那我打今儿起公司解散了，房产中介这事儿你哥俩彻底不干了。这就算对了。哎，你说你们哥俩最近这段时间见天的，除了蒙人家大卫以及大卫那些洋哥们点装修的钱、家具的钱，还干什么正经营生了？现在满大街都是正规的这房屋中介，就你们俩这散兵游泳的能有什么生意啊？我还就真不服了，这外面那些中介啊，有我这两下子吗？有我这人脉吗？这就是哥们儿这阵子点背，要不然我真想跟他们斗斗。你就别装大个了吧，你现在点背，你告诉我你什么时候点正过。哎，你别老拿话噎过我啊！你不就开一酒吧吗？有什么了不起？咱俩别斗嘴了。那我问你，不干了，后面打算干什么呀？没想好呢。哎呀，后来解放了啊，但是，毕竟他爸爸是贝勒爷，我爸就是他们家一个私厨，门不当户不对啊，双方老家啊都极力反对。最可气的就是我爸，说我什么，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，一怒之下呀，把我赶出了家门。幸亏把你赶出家门，让你走出了这个封建家庭。你大爷到社会上以后，摆明时苦钻厨艺，后来连国宴都做上了，当了劳模。嘿，我看他这么有出息，我打心眼里高兴。其实啊，我当时啊，就是赌那么一口气。我觉着，我不比那些所谓的门当户对、世家子弟差。啊，我有勤劳的双手，我照样可以给国家做贡献。你大爷是这个好样的。真是。后来我回到了这个小院的时候啊，贝勒爷呀就快不行了，临咽气之前呢，拉着我的手把他的女儿托付给我，这才闭眼。可是我爸爸呢还是不同意，我就不明白了，我就问他，我说当初贝勒爷是你的主子，咱高攀不上，可现在翻过来了，我们是国家的主人呢，你为什么你还不乐意呢？就是啊，你爸爸是为你好。你想，那个时候你事业正是蒸蒸日上，怕我影响了你。大卫啊，这人生啊就是这么起伏跌宕，变化无常，世道人心呐。我不怕，是吧？我就是要娶我喜欢的女人，是吧？为了她，我什么都可以不要。你大爷就是这么一个堂堂正正的爷们儿。那单位领导、同事找他谈了多少次话呀？他就硬那么挺着，不听，就是非要娶我。你想，在那个时候，有这么一个男人，能站在你面前，
为你挡风遮雨，我还有什么可挑的？这就是我们的爱情。哎，我们按照历史的真实互相吹捧了一下。你听完了，你点评一下吧。哎，真爱无疆。师傅，大妈，我真是大心眼里的羡慕你们了。这我不是我说你，你比我岁数大点，你是哥哥，都这岁数了，不能那么不着调。那凤儿记饭馆再黄了，你们家吃什么呀？我都替你犯愁。车到山前必有路啊！我就不信我没有柳暗花明那一天。哎，哥，我还就信你，你肯定有那天。这行了，到那一天早他妈饿死了。那你说怎么办？这么着，亚成啊，你呀。上我这儿来盯摊儿，我给你开一份高高的工资，让你跟凤的日子一准能过下去。你寒碜谁呢？给你盯摊儿，你真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吧你？我就知道我这好心又让你当了驴肝肺了。哎，你混到今儿这份上，你还跟我牛什么呀牛？要不是看着咱哥俩这么多年的交情，看着凤可怜，我才懒得管你呢。兄弟。说着说着，狐狸尾巴就露出来了吗？啊！你一直盼着这一天的吗？你不就想让凤儿觉得没跟你后悔吗？我告诉你，我庄志斌混到什么份上，我们家凤儿也不会后悔跟着我。收起你的驴肝肺吧，俺不欠你的。就这么点钱，连成本都不够。你骗谁呢？你这点成本只多不少。走，哎，哥，干嘛呀？平时不都朋友吗？顺子哥，我哥要不来，你看我来行不行？嘿，啊，你跑这攀高枝来了？不是，哥。人穷志短，马瘦毛长，都这时候了，是龙得盘着，是虎得卧着，这挣钱最重要啊！你要脸吗你？啊，没钱还要什么脸呀？你以后别说认识我啊，哥，哥。甭跟我哥置气，等着。我来你这儿，一月给我开多少钱？你上我这儿，你能干什么呀？我什么都能干啊！什么都能干。你瞧，我这身强力壮的，啥事我干不了。你还叫身强力壮？爸妈，我给二老介绍一下。这是我们协会的会长，我的领导刘芬。哎，大爷大妈好，我叫刘芬，跟志存是特别好的朋友。今天我特意来拜见二老，不知道该准备些啥，买了些补品，希望二老不要见笑。哎呦，您太客气了，您是我们志存的领导，这么多年来照顾着他，我们应该谢您才对。您快请坐。坐，来坐。爸妈，您客气了。
岔开的风，带着那么独有的书卷气，飘飘洒洒着柳絮，把交错的胡同挥洒的没了俗气。是岔开的烟，有着那么热情的烟火气，轰轰火火的吆喝，把京城的金龟衔接上了地气。是岔开的冬，总有那么欢喜的剧情，兴高采烈的北风，让什刹海的冰面充满了孩子气。生长在这里，一人一出戏。